今天出大太阳，来剪一下福寿螺。一、二、三、一，跳！哎，这里竟然有福寿螺啊！这鬼针草好讨厌啊！哇，感觉好累啊！是因为太久没有捡福寿螺吗？不对，是福寿螺太胖了，把我给累坏了。哎，业主们，知道这一个是什么吗？来，请大家吃野兽的火腿。啊！冬天呢，福寿螺发育不良啊。清洗一下福寿螺肉就可以喂鳄龟了。鳄龟都已经冬眠了十多天了，肯定饿坏了。福寿螺危害农作物，你千万不要放过它，还有它的崽。